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暗夜新闻的主播宋金浩。新的一年到位，祝福各位乡亲牛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是黑总行头头的主持人吴菊。新的一年又到了呢，祝福大家都做得平平安安，有好运，万事如意，行大运。